中午12点，我来到了花博，台北花博。几点报到？1:23，太早到了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这是卖的吗？还是展示而已？展示。我看到好几个网络红人。另外一个人是吉米，哎，球场球员，被他陷入很多败家的行列。不会，这两个比较厉害。下次可以找他们一起。没有，你们看到杨叔叔，你们看到杨叔叔，我们看到杨叔叔，杨叔叔 ，Terry。我们在开场竟然又乱入了，有啊，要叫他啊 Jerry 啊，还是 Jerry 啊，大家当 YouTuber 是不是？哎呀，阿朱嘛，谁？韩国回来了，谁？韩国回来了，有深度的哦。然后你闪我，对 Jerry， 跟我让 Jerry， 哟 ，Jerry，Jerry， 有没有穿插啊？你今天穿太多了，不认识你。没有跟他拍照合照就是，对，我拍学生那个都被讲到色子，要去哪里？我靠，好烫哎，别太烫，车有豆腐，北投带来的豆腐，藤原，没有，我没有卖豆腐，只有在卖高级啊，没有啦，你卖豆浆，我卖豆腐啊，送高级啊，帮你用吗？到，我忘记开，我自己开箱。OK， 我们凭邀请函。拿饮料，来拿喝高级的瓶邀请啊，来的，好啊，拜托啊，一杯，限定10名，一杯可以，抢头香，这是北投的名产哦，今天吗？只有北投有吗？北投对，确认一下，耶，北投名产，高级哦，里面有两位车友是员工，他是一个早班一个晚班，所以有时候去喝的时候呢。没什么人的话，我就可以喝免费的，没有了。妹是妹吗？妹吗？是男的？还是要付钱啊？男的是女的？妹，一个妹，一个男的。后面那一个吗？一个有家室。后面的吗？哎，我的邀请函在这里。无忧。被问住了。感谢您。中午去吃咖喱，就一站起来，然后那个钥匙这样空，然后把咖喱酱再沾回来。哦，沾回来，就快出门了，我的。偷看看。超好笑的，越搞越猛。这什么茶？无忧，就是喝完就会忘记。乌龙加绿茶。完全确认啊！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哪里来的。这个要录一下。他是怎样凭这个领取？对，凭邀请函。谢谢。这是业配吗？这不是业配啊，因为也有想过去那边业配的，可是他那个生意太好了。哦，好啦，如果要去喝的话，记得高级找我就有免费的啦。有这么多证哦，1234567，七五三十五，39杯。嗨，叫我们要去。嗨。听说快闪桥之前那个有一个妹，她睡足6个小时，还蛮厉害的。我们大家都没有睡啊，她居然敢跟大家讲说她已经睡6个小时，还问我说有没有睡饱。我当然晚上8点就先睡啦。啊，8点就睡了，你老人家。晚上8点就睡，知道很累就晚上8点睡嘛。对啊，工作再忙不能怕拍心态的。那你到我记者会之前，我也睡了大概7个小时。又七个小时，你看这人生多美满。这么你有 ID tag 哦，还有熊爸，靠，专业。网红来了，网红。那个请问你是网红？底下，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啦，那个博客的。周冰冰，不懂好，真的吗？别乱。上本东 ，K 啊。我们就是送这个，哦，是的，所以送这个，奶嘴没有附加这个，附车啊，对，应该要附车才。那个现场抽奖吗？现场当场抽2台吗？哪里有近10万公里的可以抽一下？那个听说现场马上抽10台，抽10台是。不要啦，我要去巴黎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，要纸模型，预算有点高。纸模型又好了。纸模型啊，有就好了。抽那个
有去澎湖的车主好不好？抽有去澎湖的啦，对哦。好了，谁？为什么不要讲石原岛？好。还有啊，石原岛还有啊，石原岛呀。给我这边，首先代表 GoPro 欢迎大家来这边。对，资格并不容易，不是大家都知道是几趴的命中率，0.05%。然后有些是四年前就跟我们一起共感、共创，然后共生的车主。先介绍一下我的团队，首先大家都很知道的，就是我的大当家，就是阿不是阿罗哈，米哥好不好？好啦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年轻的年轻貌美的老嫩妹，那个准车主的对小丽，小丽，除了欧拉跟小丽之外，另外两位就是臭男生小鲜肉，就小鲜肉这样，然后第一位是也没有那么鲜的，不是你。比赛好，比赛跟大家挥挥手。礼拜一才刚刚报到我们的团队，然后另外一位真的是正港的小鲜肉，刚毕业最好用的 Joseph， 这个比例算5:15，还是蛮硬的。例如 Q 一下台中去年干大事的两位，举手一下。好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还有今年才把 GoGo 车主搞上86快速道路的，明忠跟宇桥，跟他挥挥手。然后有另外三位是跟我们去年乱搞台北桥的，然后所以是芒果、坏坏跟佳佳，跟他挥挥手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一的跟各位说分明，因为我们都有准备了。空白的订单，马上拿给杨叔叔。九折券，杨叔叔大概有50，过去推荐50几个人嘛，那今天欠20张就好了。最帅的宇桥，你不要照着你有按就这样。听说要减肥是不是？什么减肥？一直吃就对了嘛。对啊，照吃啊。照吃啊，不吃怎么减肥？超厉害的。Okay, 以上就是活动的现场。拜拜。好力，装住好力吗？好力，超级好力，超好力，真的超好力的。可是我们的豆腐应该没有拍到，对。拍什么？豆腐，你应该没有拍到鱼板地中柱，对不对？我有。你要买版权吗？我们呢有位美丽的车友，他说他今天收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友邀请，请看，噔，就是这位阿朱吧，没图没真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请他列出他的手机来，噔，手机。不行啊，不要啦。哦，这可能有各自的问题的哦。要马赛克哦。要马赛克的，就是他们。要马赛克，要马赛克。要开始怎么样啊？太舒服了，跟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实际上有抽奖啊。哦，好恩爱哦，好变态哦，这组长蛮好吃的。马斯左右。